来，我说弹珠汽水棒棒糖。赞赞。再放进去。一、二、三。这两排已经。组装好了，一起一起组装摇两下。哦，弹珠在里面啊！现在注意听哦，不要再摇了，待会拿不到礼物。来，跟着我把瓶子翻倒。好，那请。他要压三秒，放在上面，放在上面。冰冰的吗？甜甜的吗？好喝还是不好喝？好喝哈。小心哦！脚都不用动就可以锁住了。他刚刚差点滑倒。哦。哦。以前我们在三楼坐。跟两个大女儿在三楼坐，这弹珠城堡谢谢，说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你又赚到一包了，好，拿去放吧，我帮你拿去放。这是你找到的是吗？不一样的猪猪。哇，好，继续加油吧。我看一下你找的，加油。透明的是吗？谢谢老板送我们这么多这么多的弹珠，谢谢老板，老板最客气了，每个小朋友都得到好多。
蹲下来吃。